首先请两位用家乡话介绍一下对方和璇璇。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娃，他今年已经七岁了，他的名字叫崔艺兴，在剧中他叫圈圈。就是娃呀。我们那边话那个娃是我的意思。你说一下，其中一句算我输好吧。男子，我儿子。我叫崔艺兴，在剧中是敏圈圈。有点害羞，极其害羞。你刚刚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刚刚很嚣张的。全哥，全总，好，有没有看到比较好玩的评论或者弹幕？就是爸爸脱掉那个泳衣，肌肉。你现在还看弹幕了是不是？老师现在在追我的剧，家里人都在看，包括我之前合作的一些剧里的好朋友也都在看。十七集他们就是气得睡不着觉。苏田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怀疑我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但是昨天更新的那两集他们又开心了，就我朋友圈他们都在跟我讨论。我们家其实追的最疯的也是我外甥，然后外甥跟全全是一样的，边扒了饭然后边盯着那个大屏幕，就一直在那哈哈哈，自己在那乐，也不知道他在乐点啥。那你们觉得就是新喜敏会是在五年前比较甜还是五年后比较甜呢？五年后吧。哎，为什么五年后？参与了五年后。因为五年后有一次我们在床上，你和敏慧在玩感情游戏，就那一次我还把你们两个手指抱起来了。你太有综艺感了你。那你们觉得他们五年的感情转变的契机？就说白了，以前新喜敏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也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感情培养，所以这反而是五年之后的相处让他们俩更了解彼此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圈圈，你说说来，说说。王姐讲得好，王姐说得非常好，根本就没有听见。感情游戏，成为互联网爹爹和妈咪是什么感受？挺好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挺好的。评论区好多人都在说，大家想喊你们爹地妈咪，然后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叫你妈咪，全全不会吃醋吧？喊呗。可以，但是得喊全全一声哥，辈分不能。就还有说希望你们搭到全全结婚，然后回应一下观众的喊话吧。那就也再过20年。是吧？再过20年，可以把这一家三口的故事持续演下去了，变成一个情景剧是吧？对。那就不要剧本了，就每天机器家人我们演就完了。那你们现场就三位拍的最好玩的一场戏是什么？我觉得，那个你找其他相亲对象的那一哦，就是敏慧在相亲，然后新奇过来捣乱，他们两个对，然后你和敏慧在打电话，然后敏慧说你在哪，我正在就去找你，然后你们一抬头就看到对方了。你告诉我你在哪，我找你去。我就在这儿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请三位对着镜头来一个撒娇五连拍的全家福吧。第一个是你，这不是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好。这个，三，三是这样，四，看见了，五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网上有一组王王队的对比图？看到了。虽然是心梗，但已经被 Q 了500次了。那我们先做阿奇的这个表情，你会不会全全？太凶了！你会这个表情吗？朝这边。好。这两位最近有没有刷到很多就自己被大家考古的物料？很难不看到。就有一些很非主流的照片。一个字，绝。该考古的早就被考古过。是这样吗？那我们后面那个做快不快来挑战，然后换那个全家福吧。第一个先换我，这是你啊。这发型倒是很精准的。哎呀，哇塞，这个头发有点帅。谢谢你啊，你爸长得跟你真是一模一样啊。这我下一次。你妈手这么短。但是妈妈腿长，这就你心目中我们俩长这样啊？你自己展示，自己展示一下。你们展示我不看。那不行，这是你的代表作。好，我帮你拿着。我们帮你补充好不好？这是我，这是
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咪。因为我刚才把我的腿画有点长了，然后我搞了一个楼梯。这是爸爸，他把他衣服涂得很随便。没错。这是妈咪，刚才我给他画了一个背心，然后他把他搞成了星星。你要写上署名吗？对。你看他的签名，你能不能认出？哎，王子奇。好，给大家看一眼啊，展示一下这个原本的一张画。嗯。最后几个快问快答，互相给对方吹几个彩虹屁吧。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全国最可爱的一个帅哥，你知道吗？彩虹屁什么意思？用三个词吧，这样让全全你用三个世界上最好的词夸一下你爸爸。你好帅，这么小帅，这个太酷了。你好酷，你漂亮，你漂亮。你准备太肤浅了。你再用夸你妈用世界上最好的三个词夸一下你妈咪。你漂亮，你好美。还有呢？你好棒，你好棒。大家喜欢小猫还是小狗？小狗，小狗。火锅还是麻辣烫？火锅、这么默契。最爱的运动是什么？跑步。开车。开车。剧中对方角色做过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妈咪给我买东西最感动。孩子，你太肤浅了。爸爸没给你买？那头盔谁给你买的？没送给我呀。好大心。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。妈妈开心快乐开心。那最后给这个爱你们的剧粉说一句告白吧。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喜欢你给我的喜欢，爱你们哟。感谢大家喜欢我们一家三口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你给我的喜欢。谢谢你们喜欢我拍的你给我的喜欢。